除夕夜必做的一样事情就是看春晚，因为已经那么多年都会这么做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就觉得如果不看春晚，好像就 miss 了什么东西这样。想知道更多蔡依林除夕夜的故事，可以到 Me Watch 观看那一年的除夕夜。